来，那个，你是不是又洋洋了？那那个洋洋的程度到了多少？十分了已经。十分了，别着急，连抽两张。正好说，刚才是吸出来过一个龟，不可能第一排还有龟。三出来过一个龟零是吧？对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把那两个第一排拿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确定？哦，两分。那我再把这个一。然后这个三是出来过一个龟零是吧？那这张肯定不是。先想想，现在咱俩加起来多少分了？这就收手了，这就收手了，这就收手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就收手了，这就收手了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哥？不能够吧？啊，只有超过我们了，险胜不算胜，稳中求胜。你甘心吗？就抽了三张牌，桂林也大不了就七分嘛。对啊。那还是抽这个吧。行，二，现在是多少？九，可以了。再来一个。你来帮我们抽一个。好啊，好。直接就抽了，有感觉，有感觉了。再来一下。等一下，稳住。想一下啊，现在我们是29分，那不要了，那可以了，我收手了。你刚才不是养羊了吗？不是已经十分了吗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29分了。再来一张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。就这张，不，这剩一张或者剩的是这张，那张吧，这张，嗯，是吗？没了。